我们要把我们儿子的车子停到里面去放，停到这边去放，停到我的进125这边，然后再放一台那个他的改装车。老婆，以后你骑啊。我骑了。啊？我刚要把它擦过一遍了，我等有空我再洗车吧，从头到尾把它洗过一遍，跟我的那个 K1。哦，我刚才控制，我刚才玩那个灯啊，你按下刹车灯好不好？对，它刹车灯它会那个，还是会亮啊。红灯那个啦。对啊，它很多模式的按下去。OK， 你可以按那个可以控制那个方向。哎，灯，我教你怎么弄，来，这个它可以变换那个变换的灯，你再按一下，这样。这个开关。哎，对，按下，哦，变成紫色了。看一下变成紫色，你按下来看一下，它变成紫色了，然后绿色，啊绿色，哦，炫哦，黄色，哎黄色，然后再看看，蓝色，哇，哎，现在模式不一样喽，现在会这样子了，哦，然后再按一下看看它有什么模式啊，很多组哎，哦炫哦，现在变成这样子了，很炫哦，哦知道怎么控制，来再按一下，要不要带你去配一下？好，带你去配一下，看看炮筒的声音怎样。好，这段到这边了，OK。好，那到这边，拜拜。